剑魔不带防御天赋，就等着死吧。中单派克。A 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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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差不多吧。他别吃三个兵。其实我第三段 Q 啊，正常来讲是不应该吃的，不吃三段 Q 我们合适一点，这有点不太合适了。不过也还行吧，他444，我467，这把就不躺下杀他，我去野区放个眼，我看看这包女的动向。回家了，不行，这不能回家啊！回家了，这不能回家啊！我们得支援一波。回家了，这回是终于是回家了。操，扎着我了！哎，好烦啊！回家了，谢谢倔强的小青年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他扎着我了，我一过去打不着，就俺们就0.1秒的时间，这一波就能杀了，没杀了，杀了我又起飞了。谢谢演示，完了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抽奖了，谢谢哒哒哒。没抽呢，这把打完抽吧。一 A W A 接 Q A 走位平 A 吃药平 A 平 A 一个 Q， 这剑魔咋这么肉呢？这里학살중입니다，血有点多呀，这波呀，红宝石有点 A 不过。没杀几回呀，剑魔一共一回没杀，这把可能要小裂了。六级再杀吧，谢谢梦已逝心已碎梦在何处28个办卡。六级再杀吧，现在不好杀，六级再杀。回家来个耀光，给我干他，来给我干他，别怕，个老包女儿。哎，小心点啊，怎么还盯上了呢？炮车吃啊，剑魔下波要死，
六秒以后死。三二一，再见。传送。剩他一层塔皮，有的人吧，他就老以为他自己满血，他就死不了。这六级的斩杀线一般在1000滴往上，1000滴血，一般只要不是他护甲太高，除去那种石头人这种英雄，都能打得死。제압되었습니다石头人可能都能打得死，但是你得有耀光。人没了，为啥出眼泪呢？因为不缺蓝啊。为啥我们不买玛莎拉蒂呀？因为没钱啊。假装打不过，然后杀个包妞，抠你一下！哎呦，挖掘给给我杀！来是挖掘给。如果刚才我们不假装打不过，包妞也可能就跑塔下去了，知道吧？但是这波还是有点瑕疵了，包妞跑的太快了，也导致我们白交了个闪现。正常我应该不用交闪现。四层塔皮，我们无敌。你早交闪现，我那一开始我不有 E 吗？我寻思那包女儿我有 E， 她闪她也死了，我发现我 E 打不着。三项出了，回家。
真敢来呀，老妹儿啊，你是真敢来呀，我发现呢。哎，为啥呀？我操！舅舅，为啥呀？为不是？哎呀，双杀的，我天哪！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打小兵了呢？我点波浪剑了呀？没点波浪剑吗？这波波浪剑没点着，可恶！没太看清到底点没点波浪剑，有点可惜了，可惜了呀！我的双杀呀，刚才瞎当我300块，600块钱。其实我都 A 了两下小兵，我跟着建模打。포탑방패가사라집니다吃狗屎去吧，有点狂了。你说你技能都放完了，再放大招还能有个什么用？你这么说一下，你不早点放大？好烦啊！这不本来我现在我是杀八个了都，杀八个，然后对面应该都25就投了。重伤这确实可以要一个，这样出吧，先来个小重伤，血量我们也有了，重伤我们也有了，小龙，我飞，好抠啊，莫敢了。AD 好狂啊，我不明白他狂些什么东西。那这小龙不没了吗？回家吧呢。挖掘给，别跟他打了，来小龙啊，这不回了，开什么龙他这，哎，这人那挖掘给搁上头干哈呢？你守他干哈？你也没守住，你不行我就杀他呗！你说这人真是，怎么一股腥味儿啊？什么东西烧糊了？一种铁锈味儿。
先把他针眼拔了。这剑魔是没人杀是？是无敌了是吧？剑魔。啊！我靠！你们玩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！原来永恩没在，那永恩为啥又不在呢？跟你们玩个游戏真是累，不是这个没在，就是那个没在。带来带去也带不出个花来，一个塔也推不掉。你们要非得要这么玩的话，下回我就带线了。下回先把派克杀了。人家我跳弹过来。这派克是不想活了是吧？敢交易上来跟我打，把他牛杀了，吃牛肉！哇哦，刘哥你想走？我没想到，给你扛一手。让牛头烧死了。中路二塔没了，我靠！你别找他打了，你都没有意义，你咋找他打呀？算了，多兰剑咱就不卖了啊！这700万块钱啥也没法出。把派克杀了去。救救救救！有没有伤害？这包女儿老剩一身血，可是太恶心了！真的，她老剩一身血，贼膈应。死掉了。差点伤害，差的不是伤害，差的是队友。我刚才基本上属于天神下凡。下回先杀这包女儿吧，她还没有杀漏，我先把她杀了，我就不杀那派克了。
先回下回先杀这么个玩了。剑魔打团英雄该彻底杀爆你垃圾巴倒吧，他有个屁的装备，他有个屁伤害，我操，俺们家没人打得动他。跟剑魔还打团英雄，他是个屁，他跟我比打团。我们直接画地为牢，哎，先把这牛头杀了，这什么东西这是？上路，上路，这个 AD 要推呀。对面有人 ，AD 在哪儿？哎，这波不能打了，回家吧，血太少了，真的。其实可以打的，他们家都死一个了。正常不应该让对面推到这里的，赶紧回家补给一波，出来干来，给我往上冲，送死！挖掘给，挖掘给，直接往上送，听见没有？别跑，别回家。靠了，又剩一身血。打不过，真他妈的又剩一身血。投什么降呢？这有什么好投降的？哦，你杀七个了，上路推，守一波，下边再打吧。没事，那永恩装备不错的，只是团战没打好。差点伤害，200块钱，我把魔切一做。再团。压个傻子有600块钱，我操！小龙啊，别往那边走了，来，小龙，那包女儿有沙漏了，这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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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都别走了，来，你这1000也别要了，妹妹。哎呦我，你真猛！小龙打了啊，小龙打了，俺俩回家。他们要打大龙，跟我来来来来来来。这不能给，他们家打龙没那么快，这不能给。这条龙铁定是不能给。
得留人呢，必须得留人，这挺疼啊！我操！那包女扎我一下，扎那么多血，小龙也没打。哦 ，AD 无尽了，我这怎么打龙打那么快呢？出黑切吧，那包女扎人挺疼啊，一下扎了我那老些血，关键这侠太他妈烦了，他有个保命技能，每回都差一身血死。没有大别打，等一会儿。不行，这波就不去了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打着跳弹干他妈啥呀？我要去中路杀那 AD 去的。你点呢？没事，这没啥伤害。永恩怎么死的？你还跟我还打上了，你他妈是个屁！你还跟我还打上了，讲两个人头还觉得自己要起飞了是吧，小妹妹？哥哥，你还敢跟我打？真是有点让你找不着北了，我发现。那中塔还没拆掉。来中团吗？他们还少个人，快快快快快！那包女十秒复活，把那刘给我杀了，不行。你怎么的呀？锤波 Q。这团战是怎么打出来的呢？聚聚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出来的。他们五个打四个没打过。哎，小龙吧，
只能守塔了，我的兄弟们。其实这小龙团也能打，就是没有人。那不打算了吧，不行不要了吧。龙魂没了不记了吗？龙魂没了，大龙也得没。你说你搁这干哈呢？晃悠半天，你要么你去抢龙去，要么你来跟我们打大龙。我都不知道你搁这干哈呢，这半天。哇操！我动不了。GG，认输吧。这团战给你打的，太白。哎，这最后一波团战怎么能打输了呢？